陈氏太极单剑是太极拳套路中短器械的一种，套路布局合理，衔接紧凑，剑法清晰，以刺、劈、撩、挂、点、抹、架、扫、截、扎、画等剑法，并结合太极拳舒展大方的身法，灵活稳健的步伐，忽刚忽柔，忽隐忽现，粘黏连随，腾闪折空的变化，真正体现陈氏太极剑以身运剑，连绵不断，缠绕回旋，续发相变，刚柔相济，快慢相间的特点，以及粘黏不散，无孔不入，虚龙乍诱，变化莫测，屈身往来，刚劲有力的技击技法。练习陈氏太极单剑需在练好拳架的基础上进行，这样才能做到以意导气，以气催身，周身一致，圆转自然。Thank you.
在开始练习套路之前，咱们先把这个剑的构造给大家做一讲解。一个是整个剑啊，这个烧结这个为剑穗啊，剑穗这个上面这个根部为剑转，然后这叫剑柄啊，这是护手，这整个为剑身。剑身呢分为这个根结，这个根结呢主要是用来隔挡对方的兵器，所以说往往剑的根结呢就比较厚实一点。然后剑前面为剑刃啊，这个剑刃呢整个都是比较锋利的啊，最前面为剑尖。所以说在练习陈氏太极单剑的时候，一定要分清楚每个动作应该是运用哪个部位，这样子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剑练好。好，下面我把这个陈氏太极单剑第一段啊给大家做一讲解。首先在握剑的时候，要剑指，然后啊这个两个剑扣住啊，小指和无名指，大指在上边扣住，这样子上下正好把剑固定住了，啊，有些人握剑呢是这样子握，这样，稍微一碰，这就上下就活动了，卡不死，这样子能够把剑固定在这里，啊，这要搞清楚啊。然后左手持剑的时候要向内缠一点，这样子把剑正好捧起来。如果不旋转这一点呢，这样放呢，这个剑刃就有可能划住自己的衣服了啊，向外扭捧起来，右手剑指大指压上去啊，压在无名指上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这一定要注意，有些人的这个伸开，那这就不叫剑指了啊，一定要并拢。好，站好以后屈膝松胯，然后提膝向左侧开步，两手缓缓抬起，然后屈膝松胯下沉，两手下落，身体左转，右手旋转上棚，然后继续转倒重心，这时候重心到左腿，转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的时候也是当肘后弧，移重心，然后提膝，提膝的时候把眼神转过来啊，看着出腿的方向开步，然后两手下沉，重心前移往前捧，左手这个剑平的捧在左膝上方，右手为剑指还是在右膝上方，然后左手剑继续往前伸展，右手剑
剑指带着右脚同时合上来，然后身体左转啊，左转的时候剑指跟着旋转啊，然后向斜前方开步，这时候重心往后移拉开啊，然后前移，前移的时候剑指翻上来，经耳侧往前推，同时呢右脚脚尖嫩扣合住啊，前推的时候左手剑向后拉，这个是剑指向前和左边的剑向后形成一个对称的拉力，然后到这重心往左腿上移，往后坐，左手把剑领起来，然后两手分提右腿向右前方上步啊，然后重心前移，把整个剑指和剑都向前啊，这时候以右膝为中心，然后重心后移，两手分开啊，这个右脚尖翘起，这个属于太极起势、太极剑起势的动作。下面我再完整的做一次。下面是朝阳剑，这个右脚尖外摆，两手继续外分，然后重心右移，这时候两手向中间相合，同时转身把这个左脚随剑一起合过来，合到正前方，然后右手剑指抓握啊，抓握剑柄，然后整个架起来提膝，仙人指路，松沉合在腰间，然后向上啊，向剑向下刺的时候，重心继续拔起，剑指向上啊，左脚脚尖扣在右膝上，形成对拉劲。这里再看我做一下啊，合住以后起，这个整个拉开，要注意这个左脚要嫩扣啊，包括仙人指路下沉刺啊，这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刺了以后这个脚整个闪了，这个动作就非常难看了，所以说这个脚要扣在右膝上方，左手的剑指与右手剑形成对拉。青龙出水，然后转剑的时候呢，整个这个剑是一个抹剑啊，这个刺剑完了以后抹剑拉出腿，形成这个姿势。
然后重心前移，前移的时候左手剑指往上架，右手往前刺，平刺剑，这时候是弓步平刺剑。然后护膝剑，这里画一个弧，画弧摆脚尖，左手的剑指落于右手腕，然后上步拧起来，这个剑端起来，然后向后，护膝剑为撩剑，向前撩。用的是剑的前刃啊，撩剑，然后再撩，仙人指路以后，青龙出水，呼吸剑以后便闭门式，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，然后提，把这个剑往上领，剑往上领的同时收腿，把这个向外，整个剑刃向外，这是实际上是拨来闭门式，来格挡对方的兵器。好，我按这个套路进行啊。青龙出水，剑下转，转入腰间，再开步，然后移重心，左手上架，右剑平刺，下面翻身下劈剑。左手剑指落于右手腕，然后右手转剑，这时候结合扣脚尖提膝，转过来，然后啪，左手剑指要拧起来下劈，看一下这边。左脚尖内扣，落翻转，提膝，翻身劈，这时候要注意，劈剑用的是这整个这个剑刃，不要这个让剑尖下来，这样子为劈。是青龙转身，青龙转身呢是左手下落，从腰间向前画一个弧，这时候右手呢领，把这个剑平抹以后向后拉，然后向前落，然后向前上步。刺的时候，剑指向腰间收，剑往前刺，平刺，形成一个对拉劲，这就青龙转身。
斜飞式，这里有个扣脚尖，左手剑指向下，右手剑往上分，然后合，合了以后开右步，移重心，拉开。斜飞式呢，整个从这里这边，然后进由背到肩，到肘到手，一直到剑刃，剑的外刃上，这样的力量是这种力啊。然后左剑指与右手一直到剑尖是斜着的一条线。向后边，哎，有一个撩剑的意思啊，向后撩，然后移重心，插步，同时呢反撩剑，反撩剑，啊，这时候左手剑指在头的外侧，这个力呢在这个剑刃的外侧，叫反撩，反手撩剑。啊，这叫展翅，嗯，展翅，然后开步的同时收，把剑收过来，画弧收过来，然后移重心点啊，这个力量是在这里这个前剑刃上，叫展翅点头。好，我把这几个动作再演示一下。从闭眉式开步刺，然后翻身下劈剑起，青龙转身，这可以做成跳步啊，青龙转身刺出来，斜飞式分合拉开，展翅点头，撩剑反撩，展翅开步反点。拨草寻蛇，拨草寻蛇在传统套路里是上步动作啊，这是便剑指放于右手腕内侧，然后撩剑摆脚尖，这时候重心向右腿上移了以后，让剑带着腿同时上步，嗯，然后松胯下沉，把剑转过来平啊，在下边膝关节以下这个高度上平抹，这是拨草寻蛇啊，从这是平抹。在咱们这个由于平时经常比赛和表演这个陈氏太极单剑，这个左右运动的幅度太大，所以说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侧步动作啊，点剑以后走，然后本来是上步的嘛，变侧步到这，然后下，哎，拨草寻蛇就到这。下面呢是金鸡独立，到这以后翻剑翻过来，走上弧，然后收，收到这以后
收腿同时往上，这个上托和提膝要同时拧起来，这个金鸡独立。金鸡独立以后转方向，这时候正方向收剑的时候要身体稍微一转，把剑收下来，然后移重心，这时候提腿刺，这叫下刺剑，这叫仙人指路和第三个动作啊，长阳剑下面的仙人指路是一样的，仙人指路。然后向后撤步，剑指于剑啊，这个刺剑呢向上啊，左剑指落于右手腕内侧啊，这时候是左脚尖先落地，然后重心后移，随着翻转向外横开，横开的同时呢是收腿滑步顿脚，这叫盖兰式。然后这右脚以脚跟为主摆脚尖，
左脚以脚尖为轴转脚跟，然后这个右键变成一个上架啊，转，这就是说骨束盘根式把腿盘进去。额骨不时转剑，转剑往腰间，同时这个上部抱剑，剑是抱在这里，抱剑前刺啊，这个为额骨不时。青龙摆尾是剑先向上撩，然后移重心，移重心以后剑贴着这个腿，贴着腿向前撩撩，然后重心往左腿上移，翻转继续前撩。这个动作是贴着腿可以，这个做的时候可以平时连续的这个多练。叫青龙摆尾。好，这个动作再做一次，骨束盘根以后上，饿虎扑食，青龙摆尾。倒卷红，一撤步，二这叫退步撩剑。再看一下撤步，退步前撩，退步前撩，然后三，到这为倒卷红完。下面野马跳剑，分重心后移，在胸前抱剑提起来，然后往前上步的时候跳刺。白蛇图信在野马跳剑跳完以后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平抹镜啊，然后把身法转过来，一下抹过来，这时候向后拉剑，然后左脚尖翘起来，这里把剑拉到后边啊。好，再做一次，然后向前刺，白蛇吐信。再看并步刺剑，画弧往上放在这个右肩上，然后斜着往下劈啊，然后继续顺着这个圈往上转，放在左肩上，然后斜着往下劈，这是都是一个左右一个十字的劈啊，劈剑。这里呢叫乌龙摆尾。好，看我做一次，
啊，乌龙摆尾。上面钟馗仗剑，然后先开合撤步上撩分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另外一种是直接啊，往这边上了以后就不分了，撤步打开。在熟练以后可以变成跳步的，直接跳步啊，钟馗仗剑，剑指向前，右手这个剑要领起来，剑指与剑尖在一个方向啊，顺着。然后罗汉降龙，罗汉降龙是用剑尖向下扎啊，扎剑，这时候呢结合上步变弓步下扎，左手的变掌合于右手腕啊，下扎。来看一次罗汉降龙下扎，然后黑熊翻背提腿，这时候提右腿翻身从上边劈下来为黑熊翻背。好，看我再做一次黑熊翻背，下面然后扣脚尖，然后转剑，剑转过来提膝啊，往前上步一，然后从后边绕起来二三的燕子啄泥。再看一下黑熊翻背以后收一二三下，这是燕子啄泥。燕子啄泥以后变成白蛇吐信，然后变这个是点剑，燕子啄泥用剑尖往下点，点剑以后重心后移，向左腿上移，这时候向后拉剑，这时候剑都变成平剑了，然后上步平刺，并步平刺啊。再看我做一下手平刺，下面斜飞式转方向开把这个左脚以脚尖为主，脚跟转，然后合剑开步，斜前方移重心啊，开斜飞式。再看一下一二三